排队哈。好，爸下来吧。好，你让那后面的那个哥哥先爬哈，来。你看那个哥哥这样爬，对，你看要手跟脚都爬好了哦，再上去。哦，你看这样很容易哦，哈。好。哇，很厉害，这个哥一哥哥。哥哥哦，就哇，一哥哥溜太快了哦，溜非常的快。哎，穿过这个城堡，看到你的小屁股。把你在上面跑。对呀。小孩子可以。二爷。呜哇！你怎么打到我的手了？嗯，哦，你今天很会溜这个溜滑梯耶。你要从那里跳下去吗？我有办法下去。哇哦！爸爸，后面。这也有爬的。那你有什么爬的？马在哪边？